我先上车啦，先上车。上好就好啊嘛。你若要去，爱甲酒馆人看到，你若要去，做我去。看一下吊车档，吊车档。我是刚刚吊车档那一百零九呢，五阶而已。我是刚刚吊车档那一百零九呢，是2月20号。访寮站访寮站11:04出发的是36714，蓝皮不快，全部都是印度仔通勤客车组成，好感动。然后这边有一班是看新左营的区间车，用573圈车，3320次哦。啊，应该有电源车这样。我的3320次。你是？还有啊，新左营的。然后573圈了，来，请依序上车哈，啊，赶快找座位坐下哈。啊，这个，拿这个。啊，不止两个，三个还有点。三个要挤吗？要不然你坐我们前面了，你坐我们前面。对。耶。五块车。367这五块。开始喽。早上有些看到海了，现在还是没看到。还穿。367次的蓝皮肤款。可以。可以啊，都可以的。太好看了，这两个一起的。耶，蓝皮肤款。早感动的。蓝皮不快车开了，访寮在访，访寮起，音乐台，糟糕，啊哥哥，我的水在那里啊，你要放，你的水在那边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在我这儿，超感动，我下面干嘛站？你们都点我们家主管，刘娜，拜拜。